闻看世界，来关心日皇德仁今年五月登基，并在10月22号完成登基大典。原本当天下午就要举行庆贺游行，但受到台风哈吉贝的影响，延到了今天举行，展现德仁夫妇亲民爱民的一面。而游行在台湾时间下午2点准时开始，车队从皇居出发，行经4.6公里，最后抵达赤坂寓所，历时约30分钟。沿途都有宫内厅乐队演奏，还有2.6万名警力维安。出乎至少有10万人夹道欢迎。台湾时间下午2点，日皇德仁夫妇准时从皇居出发，展开登基游行，搭乘敞篷车向夹道欢迎的民众致意。适逢大晴天，皇居门口挤满了人，沿路更是万人空巷。德仁夫妇穿上西式礼服，佩戴勋章，雅子皇后更戴上皇冠，向人群微笑挥手，有时还能看到雅子感动的眼眶泛泪。日本民众挥舞着国旗高喊万岁，更兴奋地拿起手机拍个不停。这次德仁乘坐的国产丰田敞篷车别具巧思，后座座椅提高4公分，让民众看得清楚。日方动用2.6万警力支援，沿路都有警察跟维安人员组成2层人墙。Well, this is the final of 5 key ceremoni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to, I guess, finish the transition, if you will. 车队行驶4.6公里，宫内厅的乐队沿途设点演奏，路线行经东京警视厅和国会议事堂，最终抵达德仁夫妇居住的赤坂寓所，历时约30分钟。这是德仁和雅子在1993年结婚后第二次举行游行。原本计划在10月22号登基大典当天就要举行，但因为哈吉贝台风搅局而延期。如今新日皇登基也总算告一段落。刘仁好，编译。